哎呦，你妈怎么还不回来呢？我到门口看一眼就好了。哎，不行，我现在非常的脆弱，我这面离不开人呀。爸爸不走，爸爸不走远。哎呀，好疼呀！哎，小小乖啊，我马上回来。那个，哎，我一会儿。哎哎，医生，正好，我女儿急性阑尾炎，她疼得很厉害，你帮忙看一下吧。不用着急，我真的很疼啊，医生。 你忙你的，不用管我。借我衣服用几分钟就好。不是你到底谁啊？我是 F 中将，没错，不正经，不正经，不正经，说的就是你。正常人的心率是每分钟70到80下，而你现在的心率已经每分钟130下了。怀保卫科吗？有一个非常可疑的人物，请你们现在立刻过来。 是急性阑尾炎是吧？不着急啊，我检查一下。把手放开。疼吗？嗯，疼啊，疼，阑尾炎不是应该在这儿吗？是吗？疼吗？也疼，就是也疼，切一片都很疼啊，医生。这问题可。 大了，是的。嗯，我得立马给你手术才行。手术不必麻烦医生，你们这是不是有点仓促啊？不检查就直接手术啊？是啊，医生，这个要慎重，手术有危险吧？病患家属放心啊，任何手术都会有风险，但是你放心，我会尽量把这手术风险降到最低的。嗯，哎，医生，我觉得经过您刚才的密检查吧。 我这个肚子啊，现在好像没有那么疼了，我觉得不用做手术了吧？哎，我见过太多像你这样的病人了，都以为急性阑尾炎不是什么大问题，越拖越严重，拖到后面酿成大错。小薇，哎，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。好的，顾医生。稍等。等一下，我两天我突然好了，我好了，真的。啊？林老师，我没事了。 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装的。我其实根本就没事儿。那谁让您不来吗？我也没有办法，只好出此下策。林志孝，你任性妄为，你不知道我会担心吗？你不知道这是医院吗？医院禁止喧哗。哦，好的，对不起，医生。既然没有病的话，就出去吧。我没病，他真的有病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他需要住院检查。不好意思啊，医生，我们不是故意闹的。 我们就是看着床暂时没有人，所以就借用了几分钟。14床的病人术后麻醉观察，随时可能被推回来。你们这样占用他人床位是违反医院规定的，知不知道？对不起，走了。笑笑，手续办完了，咱们去找那个顾医生吧。戏言砸了。嗯嗯、你们跟我去一趟办公室。 是你呀、啊！